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树伞这个故事，他俩就是因为太忠诚了，就是比如说一下雨了，然后 A 和 B 说我在这等你，好，然后 A 就直接 等到死掉，你知道，等到这被淹死，你知道，然后 B 说我去，你等我等的太那啥了，我说我这怎么能一个人能活下去呢，我操，然后我说我哈我也死了，然后感动天感动地，然后就请他去当黑白无常吧，这样讲你们明白了呗。这个树仔，这个牛仔也不好杀，我靠，杀就是好杀。或者说是没有脚印的。没有狂暴好难受啊，是吧？你再续到这边。给一下。没力是着。撞墙了吧，哈哈。啊哈哈。他这个右手啊，右手是麒麟臂。他的特效很明显，右手这个特效，像这种特效的话很明显。还有个什么东西，老女孩救下来，那我们直接挂上面。还行，举下护牙的蛮不错的。收到了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，死吧，这个玩意上来会飞天，你这不着急，摇铃，再来这就摇铃了。哎，没飞过墙呢，但是都中招了。稍微等一下，死了。